对比起一些五颜六色的宝石，其实圆润而带有光泽的珍珠呢，更加符合东方女性那种含蓄的那种美感，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珍珠的。我们打开每一个珍珠棒之前，我们都不会知道里面产出来的珍珠是怎么样的，然后这就给我们整个 DIY 的过程带来了一些未知所拥有的一个乐趣和刺激。其实有一个男生，我们就曾经有跟他大概聊一下天，他就觉得珍珠你开出来它是怎么样，它就是这样，它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呢，想要开出一颗自己喜欢的或者说相对比较完美的珍珠，很多时候真的是要靠运气，或者说需要一点点缘分。这一点让他觉得呢，其实跟他和他女朋友之间的感情非常的相似。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心愿呢，他也会觉得这样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是你花钱去买一件首饰成品所不能够带来的。我们羊驼在高峰期，我们一天是休息五次，一个时间段休息五次，到了时间段半个小时时间段放出来一次，放出来大概有40分钟左右，我们又回去休息。一般就在动物园都能看到，那像动物园你看你还不能去摸之类的，但是我们就这个是可以，你可以跟它互动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包括我们自己是动物爱好者，然后也能让其他的动物爱好者，但是养不了就没有办法养的，过来一起玩一下，体验一下。